早餐，因为今天很早就出来拍摄。那在我们吃东西的同时啊，其实空拍机还在上面飞，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搭配 RC 遥控器的Mavic 3 Classic， 然后它的电池续航力足足有46分钟，所以当它在上面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在下面做任何事情。没有啦，其实因为台湾的法规是不能这样子视线离开空拍机的，所以其实我们的飞机是在那个石头上啊。但是我想要表达其实很简单，就是它的续航力有46分钟，这跟我之前在飞 FPV 就是只有3-5分钟的这个差别来讲，46分钟简直就是我会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要干嘛了。2022年我拍摄的所有影片啊，只要是有空拍的部分，都是使用这一台 DJI 的 FPV。那其实 FPV 我觉得是一台非常好用的空拍机，因为它可以给你很高的灵活度，等于是让你拥有控制这一台飞机所有拍摄的主导权。但是以 FPV 来讲，它天生还是有一些缺陷，例如说通常它的录影画质都不会到非常好。那像我自己的话呢，就是我上面还会再搭配一台 GoPro， 然后作为它实际上截取影像的机器。那另外一点就是 FPV 它的电池续航力通常也都不会很高，像以 DJI 这一台 FPV 来讲，它的续航大概是3-5分钟，然后加上它上面又背了一台 GoPro， 所以如果说你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很容易它的电池续航力就会不如你预期。例如说像我之前在可能3000多公尺以上的高山拍摄的时候，那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强风或者是逆风的情况，就变成说我返航的时候它的续航力会不够，因为你在逆风的状况下，你的电池消耗会比你预期的大很多。这一台 FPV 它的图传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稳定，然后它的距离其实也没有到很远，那我觉得最保险的范围大概是在1公里到2公里之间。如果说超过2公里，我觉得它的图传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容易断讯。假设我电量是3-5分钟的电量，那我可能飞出去的时间已经花了1分半，结果我现在的图传突然又断讯了，你的飞行眼镜就没有办法看到飞机的视角，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只能等它慢慢的飞回来。那在这途中啊，它还必须要爬升到安全高度，所以这中间消耗的时间很有可能就会让你的电量直接没有了。所以其实在这一年飞 FPV 的经验啊，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属于你要非常专注的空拍机，然后时间也是必须要抓得很紧凑。其实在之前 DJI 推出 Mavic 3的时候就蛮心动的，不过那时候就是考量说，第一个它的价格还是蛮贵的，然后再来就是网络上也有蛮多讨论，觉得说它的稳定度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后来就没有做这个选择。拍摄一些视频呢，它的质量跟精致度的需求永远都是在那边的，所以今年 DJI 推出 Mavic 3 Classic 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可以购入的一个时机。的确使用了几天下来之后，我觉得真的跟之前非 FPV 的体验是差非常多的。如果说 FPV 它是一台手排的跑车的话，那 Mavic 3 Classic 绝对就是9人座的保姆车，尤其是它46分钟的飞行时间，在46分钟里面，你不太需要去担心返航的问题，或者是电池电量的问题。你可以把你大部分飞行的专注力放在如何取景跟拍摄一些比较精致的细节。那我觉得如果说是以长期就是在拍摄影片上都有飞空拍机的这个需求的话，那 Mavic 3 Classic 它的确是可以给你非常精致的影片。那当然这一切都是归功于哈苏的这一颗1/3 CMOS 的镜头嘛，它在暗部的表现
跟明暗对比上，我觉得拿捏都还算是非常的不错。Mavic 3 Classic 它还给你很多的拍摄的格式，例如说你可以拍摄 RAW 档的照片，录影的方面呢，你也可以录制4K60的超采样，让你的画面可以非常的锐利。5.1K50帧的格律也可以让你的画面精致度更高。那再来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4K120慢动作，这一台相机也搭配了这样的功能。所以说，基本上你想要任何的格式，在 Mavic 3 Classic 里面都可以得到。它还有很多非常好用的附加功能，例如说全像避障，或者是公寸级的精准定位系统，这些额外的辅助啊，都可以让你更专注在影片的拍摄上。那我觉得，在我使用了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这台空拍机几乎所有的功能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好用的。那但它的价格跟之前的 Mavic 3相比，也算是蛮漂亮的。所以我觉得2023年，我应该也会蛮常使用 Mavic 3 Classic 来作为我主要的一个空拍机。另外，我觉得如果你买了 Mavic 3 Classic，一定要搭配这个 DJI 的 RC 遥控器，因为它非常的方便，而且它已经把 DJI 的 APP 整合在里面了。这个萤幕啊，让你即使在太阳光很大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用触碰的方式去操控，然后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遥控器。那我还记得我第一台空拍机是遥控器，然后搭配手机插在上面，然后有的时候可能飞一飞，突然一通电话打进来，结果我的画面就不见了。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有了这个 DJI 的 RC 遥控器啊，我觉得就是让你在飞行的时候那个安定感可以增加很多。这一箱全部都是 FPV 的设备。